任贤齐出道多年，推出多首经典歌曲，人气依旧相当高。近日，任贤齐在脸书上贴出一张截图，只见图中一名来自中国的网友看完在路上的 MV 后留言回复：“刚上厕所没纸了，突然听到这首歌，就觉得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，不擦了。”怀着自信走了出去，从来都没有这么自信过。谢谢你的歌。任贤齐看到这则留言后，就将它截图下来分享给大家，并笑说：“这则是他当天看过最令人感动的留言。”众多网友看了也纷纷笑翻直呼：“好励志也好有味道的留言，佩服他的勇气，会不会自信过头啦？”you